攻我，誒試下我防守，因為好多網友咧想睇阿豪報仇好耐噶 ，OK， 依次佢可以做到啦 ，Go！ 哇！啊！Coach Fu 啦，今日又系一辑新嘅教学片开始啦。咁而家我哋啦，团队咧就开始壮大咗啦。咁啊，多咗好多人帮手，又多咗 Lam 啦、Joe 啦，咁啊有 CM 啦同阿豪啦。而家开始咧，咁之前咧，我哋拍咗啲片咧，例如系咩咧？后转身啊 ，First Step 啊，呢啲之前喺街场拍嘅片咧，虽然啊，唔少网友都话喺街场拍个感觉唔一样，系。但是呢，如果作為一個教學片的話呢，我個人是希望呢重拍的，因為當年呢我們是未有阿豪啊 CM 的時候呢，我們只有 Skill Man 而已， Skill Man 即是會冧我，即是那個假人啦。現在呢我們多了這麼多人力的時候，物力沒有多的， OK， 只是多了這麼多人力的時候呢，我就希望我們重拍一些我們之前想講亦都很多網友問過的問題。那今天第一個 topic 就是First step， 第一步有效過人。之前出過一條片，第一步有效過人嘅。咁嗰陣時咧，亦都係俾人鬧得最金嘅一條片嚟嘅。係啊，好記得啲 comment， 好金嘅。咁啊，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必須要搞清楚 ，first step 係過唔到人。First step， 以我嘅理解或者以我嘅經驗 ，first step 你好難用一個 first step 去過人，過人係第二步。First step 是你很迅速接近對手，然後用第二步過人，並不是第一步過人。如果你可以用個 first step 就過了那個人的話，第一計你的 first step 有幾大步先，我就咁大步啦。而我在這一步咁大步入面，你要過了這個人，即是個人要在這個可以跟你接吻的範圍，你就可以一步過咗個人，明白未？所以我哋個人並唔係 first step， 係第二個。First step 可以個人嘅情況只有一樣，飛起佢，佢跳起咗 ，first step 過佢。都有一個情況就係、是、angle break 咗佢，瞓低咗 ，first step 過佢。如果那個防守者是會動，是會防守你的話，你要用個 first step 過人呢，實在太難了。好了，那我們今天講回怎樣可以用 first step 有效地過到一個人。不過記住，我們過人那一步是第二步 second step。 好，首先有請 CM 和阿豪了。好了，鏡頭一轉，有請到 CM 和阿豪了。好，首先第一件事我們講了，我哋之前講 first step， 我嘅 first step 係點樣過人先？我哋直接就喺呢度示範。首先，阿豪係 defense 嘅，喺呢度，因為鏡頭喺呢邊嘅關係。好啦，而家喺大家個眼前角度之下，阿豪就係防守我啦。假設我要進攻個框，就係鏡頭而家睇緊波嘅你嘅方向，我向前邊攻嘅。如果我向前進攻嘅話咧，防守者咧，佢其實只不過都係會一齊喐嘅，係啦，佢都會一齊喐嘅。你如果繼續過，呢個就形成好多年青球員經常性出現嘅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你過佢半步，係啦，當你縮咗先，俾我過半步先，然後你第二步嘅時候，佢亦都褪啦，係啦，就變成形成咗黐住咗。这个角度，所以我上次讲的 first step 是应该怎样呢？不是向前开，是应该向横，然后用 second step 拿这个位置的。好，如果在我这个角度去进攻的话，那你会更加清楚。好，假设我向前 first step，
其實你仲係黐住佢嘅。然後我繼續向前進攻嘅話咧，你會俾個防守逼到你，你結果就係會大部分年青球員啊，你哋個 first step 咧向前開之後咧，你會發覺你最終並唔係向個框走嘅，你會去咗邊啊？向底線走，框喺呢一度，向緊底線走，然後就會變成勾手，好多都係咁。我所講嘅向環就係第一樣嘢，逼。不要向前開，你可以向前逼，但是去還開壓返佢入去，然後放籃嘅。明唔明白？再睇多次，我哋踩個 first step， 記住唔好向十二點，唔好向一點，你試下向二或者向三，明白嚟咯。Out。諗住入硬添，明唔明白？嗱，睇到一個完美嘅 fit。第一，當你諗住向，如果呢度啱啱我就因為過咗阿豪一球，唔好話過啊，我壓住佢，我未有，我而家未必有咁嘅速度可以壓住阿豪過咗佢，但我可以用一二攝住個位保護住，然後向翻我哋個框放籃，然後咩個呢入？入咗一球走籃，好啦，就係因為我向環開，而唔係我向前開，所以我啱啱接觸到敵人嘅時候，睇住一、二，我係用我外膊接觸呢個對手，而我嘅右腳就可以產生力量推開佢，攞個位出嚟，賺取你嘅空間，然後放籃。但係如果你向前開嘅話咧，看住我向前開，你的內腳向外，你向不到內，因為你向內你會撞落佢度嘅，正中間撞落去，你一定是 charge 你。即係如果我向前，我很難推的。你的正中間腳入了佢兩隻腳的正中間的話，你就停了，個人即係呢球我都俾佢 block 停咗，所以你向前開嘅話咧，你就會俾佢將你隻內腳 inside foot 推向底線，向前 boom， 你壓唔翻入去噶啦，見唔見到啊？由頭到尾你壓唔翻入去噶啦，見唔見到啊？由頭到尾你內腳第二步冇過過去呢只腳，但係調轉。當我向外開，係咪 ？Jack boom 向外開嘅時候，我由頭到尾。我隻腳睇唔睇到向外，我用外膊頭壓住入翻去。我呢隻腳 inside foot 係向框第二同佢平排。如果你同佢平排嘅時候，睇下睇唔睇到佢呢隻腳個防守範圍而家向呢邊嘅。就算一個好嘅防守姿勢向呢度，我同佢我都會比佢快，因為我哋向前嘅肌肉比向環肌肉細。第三最好嘅一樣嘢就係、是。正如啱啱我 fit 阿豪一樣，我 jack 係咪啊？我可以個範圍大好多，因為佢一封要封我向呢邊嘛，我哋唔可以過呢度，明唔明白？但係你向前咧，向前個範圍太細啊！
明白，所以我哋係記住，如果向橫開，向橫開嘅時候，你加埋 swing， 明白？你就明唔明啊？睇住，我哋用 first step 可以咁樣 swing 嘅 ，swing。可以戳手臂，明白？明唔明白？我哋記住，飛。唔好成日向前先，向橫，向橫停。我哋如果喺 jab 入面有時加一個停頓，一個小動作，你可以將你嘅對手整停嘅。例如啱啱係咩？因為我向橫。Boom！ 我過咗佢，過咗兩球，佢嘅防守咧就越嚟越敏感。敏感嘅話，即係會變成點咧？就係、是、我一停望呢邊，佢會立刻以為我向嗰邊。就係、是、呢一下，我哋可以就係、是、Boom 停，壓住放籃。明唔明白？呢個其中一個方法。第二就係波，係啦，我哋就係波 ，jab boom step back shoot。亦都可以做呢啲咁嘅假動作，我哋唔係叫 step back 嘅 ，side step， 接 flip swing side step shoot。OK， 又可以用 side step 去射波，所以我之前講嘅教學片就係話。不要向前開，記住，當你每一個 contact， 每一個 contact， 尤其是用你內側的身體，這裡叫內側，膊頭後這些叫外側，你用內側撞人哋，例如你有100kg 的速度，你就會將50kg 俾咗佢，其實佢已經成功防守了你一半，除了你是立邦。你是 Yannis 或者你是球威，那些他們力量強的時候，當他們撞擊，他又可以撞開他。如果你是力量系的，你可以這樣用向前就可以了，即是立波那些 Boom！ 哎呀炒了，我不是力量系，雖然我很想是，我很想是力量系，但我不是，明不明白？ OK， 明不明白？好，明白先 ，OK。嗱，因為未病好嘅關係，呢兩日病到 really high， 所以咧冇氣啊！而家示範咗幾球，好啦，咁啊交落，跟住咧就交俾阿豪試下啦。阿 Sam 先，阿媽阿豪調轉先，跟住咧就交俾 Sam 攻阿豪先，然後阿豪先攻 Sam， 擺到明啊，歲數啊，你要守多啲先。好啦，咁我哋而家睇下 CM 攻阿豪 ，OK， 波停。第一樣嘢，你要用 first step 個人咧，基本上喺你用 first step 之前，你已經揀咗噶啦，你已經知道敵人係掹得你近。喺呢個距離之後，你都預咗自己唔射波嘅。如果你自己都預咗唔射波，唔好用 one two step，
我講過 one two step 我哋必學，因為好穩定，但係佢屬於一個我認為係一個 sliper 嘅步伐。sliper 即係咩？你知道冇人抹你，咁我哋就用 one two step。但係呢個情況唔同啦，你要用 hop step， 你要跳起接波，明唔明白？再嚟，係啦 ，hop step 波，係啦，嗱就係咁啦。是不是向了前開啊？是不是啊？你見不見到呢？你就是呢，雖然你用盡方法用踭頂開了阿豪，但是你並沒有用過後膊攝到進去，就是因為你向了前開，你向了一點半個方向去，試一下向環少少，向環少少，再來波，是啊， good。嗱，第一過唔過到佢咧？過唔到。但係有一樣嘢就係佢向翻籃，有冇 CM 臨尾向翻籃？佢係有角度插板嘅，同第一球唔同。第一球咧，佢向緊底線去，臨尾先屈翻入嚟做一個勾手嘅，好明顯唔同。好啦，過咗第一球，試一下 Jack 然後試一下再 first step， 你有兩邊嘅波 go。哎哎，可以再真啲啊！阿豪可以 mark 紧啲啊 ，OK。可以再假啲，明唔明白？俾啲心做个交易 ，OK。再嚟波，哎，向咗前啦。一向咗前咧，變咗你咧內膊頭撞咗馬豪中間，再嚟個波，接好啲，放鬆，係啦，係啦 ，good。嗱，其實咧，你過到一半之後，你發覺阿豪食咗你位噶嘛，係咪？唔使繼續去嘅，你可以停噶。明白？你呢個時候你又要選擇啦。記住，你已經成功用 first step 過咗佢一球，敵方係好 alert 噶啦，唔好再一路去同一個方向。明白，你可以 jab 向呢邊，明白，再用其他技術過，準備咯，係波，係 good， 唔使擋阿豪，你咪 block 到佢咪 block 咯。我認真講嗰句，唔使成日讓我同阿讓阿 CM， 我唔會 appreciate 你咯。再嚟波，係 good ball foul， 唔等於一定 block 到嘅。你記住，唔等於一定搏到嘅，聽唔聽到清脆嘅打手聲？明唔明白？好，最後一球，試下向第二個方向，你向呢邊 jack 噶嘛？係咪？波，你中意啊？你話事，波，你記住，記住，唔好死用一個技術，呢個一個技術，你可以用呢個技術之後帶動其他技術出嚟嘅，再嚟，波，係 good ball， 係啦，哎呀，嗱，做咗啲咩咧 ？CM 跳咗。向右開 first step， 其實你喺接波嘅時候，只要向唔同位置跳一個反方向，例如好似呢個動作咁，個波一交加埋嚟，我一跳 ，boom， 食曬 ，yes。明白拿嘢咧，明明白？我啱啱做咗啲乜嘢啊？就係、是、跳環 ，jack boom step back， 直接見到阿豪放棄防守嘅樣子，然後 pick the J， 明明白？好，到阿豪攻啊，攻我，攻我，誒，試下我防守，因為好多網友咧想睇阿豪報仇好耐噶 ，OK， 依次佢可以做到啦。豪貪又試下，上次冇俾你射，係啊，上次我冇俾佢射，今次我俾佢射。好 ，ready， go， 哇，啊，
真係年輕係可以彈翻完全守唔到。好，再嚟，波守住先，係啊，哇，係。一樣的存在啦，好，幾時進步咗咁多啊？再嚟，哦，好，再嚟，我哋再嚟多球，再嚟阿豪。嗱，帶過咗係咪？但係咧，兜圈，記住，我哋第一步向外，但第二步咧要扭翻入嚟向內嘅，我哋係咁樣壓翻入去嘅。而啱啱阿豪就係咧咁樣，然後 follow 咗個動作咁樣，結果就俾一個四十歲嘅老人家。Good ball, OK。唔係咁係，嗱，我好認真嘅，明唔明啊？再嚟，波，再嚟咯喎。啊 ，good ball， 再嚟好啦，認真啲，好，今次 shoot 啦，阿豪，阿豪認真嘅，試下，我認真守你，波，我俾佢 ，OK， 波 ，good ball。唔得，真係咧老一係咧，攻都仲可以，守一係抌打，明唔明？啱啱阿豪做咗咩咧？嗱，講真嘅，效果方面唔叫好好，因為咧你見到你都係咧向外咁樣入，我追翻之後，佢用咗後轉身，左手放冷，係好嘅呢一嚟嘅。但係我覺得你試下一樣嘢睇住，明白 ？Fake jack boom 壓入去。向翻入嚟，得唔得？系咪？你系咪要挂住挡我？你冇手夹我？明唔明白？即系我都仲可以后转身嘅，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咧，点解要向环开咧 ？Fake 系啦 ，fake 系啦 ，fake。我哋咁样过嘅时候咧，向环环跨步就会向环，环跨步向环，佢去下一步嘅时候，必然有一个动作就系收过。是不是最小的动作都要 boom 踢，始终有一下的停顿，就是这一下的停顿，我就是这一下的停顿，我就是这样涉埋有 contact 之下，因为他刚刚做一个交叉换脚的动作，我的力量就赢了阿豪，明白吗？再看一次，当我 jack 交叉换脚，我入，我哋就係靠 jack 交叉換腳嗰個，嗱佢唔 mark 就要射嘅，明白 ？Boom， 明白，佢唔掹就要射，唔好逼自己用一個技術。但係當你有咗第一個 first step， 嗱，記住啊，我唔係速度係啊，係冇速度係啊。我哋 check， out，
一樣可以做到其他 sidestep 嘅效果嘅，明唔明白 ？OK， 好啦，今日我哋 first step 重拍嘅 first step， 記住第一樣嘢，十二點唔好向一點去，唔好向一點去，向兩點或者向三點，然後入翻。呢個好緊要，睇下呢條線，唔係咁樣，唔係向前，記住向環 ，boom 入去，用好你嘅力量，用膊頭壓線放攬，得唔得？一個好基本嘅技巧，但係當你再加埋 swing，OK jab boom， 再加埋 jab boom side step。你的進攻變化就多很多，無論五十、四十、四十都得。嗱，今日滿足曬網友啊，俾阿豪虐打我啊 ，OK， 吊打我啊 ，OK， 好，最後豪 time 啦，係停一停先。阿豪當自己咧係李拉特，我都當自己 Paul George 噶。我也。